前皮肤伤口因人而异，也增加痊愈的困难度。花莲慈济医院伤口造口护理师徐美玉，不止挑战身体的伤口，也用心疗愈心灵创伤。它可以稳定一个患者的一个心态，踏实的去接受你目前所有的一切。多次获奖肯定，今年更荣获全国南丁格尔奖。下周一至为人医守护爱，与您分享抚平伤口的手——伤口造口护理师。